你是谁？我是大宝。回答错误不能进。什么？老师，我来了。一个一个来。你是谁？我是三。回答正确，你进去吧。老师，谢谢你，到我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十三。你也答对了，进去吧。耶，太好了。我们在说什么呀？真奇怪。大宝，别讲道。老师，到我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八。很好，你也进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？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。哈哈，我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五十四。回答正确，你可以进去了。耶，太好了。黑魔王，等等，你快告诉我，昨天老师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那我来告诉你吧。黑暗魔王，不许说。大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怎么能这样？这是对你上课不听讲的惩罚，你要好好反省。好吧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认真听讲。这还差不多。小雪，你过来。老师，你找我。你跟大宝讲讲，昨天我说了什么，明天我要检查。好的，老师。这有几道题，只要你能做出来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五加五等于八，我是谁？这也太简单了，我是大宝。大宝，不能这样回答，这是数学题。这道题的意思是问你几加五等于八。哦，我知道，三加五等于八，我是三。答对了。第二题，我减七等于六，我是谁？呵呵，跟刚才一样嘛，只要算出几加七等于六就可以了。七比六的，这道题有问题。大宝，你弄错了，这次是问你几减七七等于六。原来是我听错了，这个我也会，十三减七等于六，所以我是十三。恭喜你又答对了，耶！我就是个天才。下一题，我乘四等于三十二，我是谁？这道题是考你的乘法运算，你只要回答几乘四等于三十二就可以了。什么乘法？好吧。一四得四，二四得八，三四一十二，四七二十八，四八三十二。我算出来了，我是八。没错，答案就是八。最后一题，妈妈吃九个苹果，我吃的苹果数是妈妈的六倍。问我吃了几个苹果？一个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一个呢？因为妈妈不让我多吃苹果，所以只能吃一个苹果，所以我没算错呀。大宝，这是算术题，不是真的让你吃这么多苹果，你明白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是被妈妈批评怕了。六乘以九等于五十四，我吃了五十四个苹果。太好了。所有的题目你都答对了。三十三八五十四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些题目的答案呀。现在我也知道了，再也不怕老师提问了。大宝，你以后上课要认真听讲，不要开小差了。小雪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再也不这么做了。耶，太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会做这些题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猜猜看游戏开始。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是男生。到我了。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是女生。男生的话，这个人是小孩还是大人？是小孩。是戴帽子的吗？是。我知道了，是熊妹。小贝回答正确。耶，太好了。猜猜看游戏我也要玩。好呀，这次就你来和我 PK 吧。大宝，游戏需要猜出对方说的人物是谁，每个人可以问三个问题。我知道了，希娜快开始吧。小贝姐姐，这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我想想，绿色。这个人是大人还是小孩？是大人。绿色的衣服，我想想，绿色的衣服，童话王国谁穿绿色的衣服？不会是精灵仙子吧？我再问一下，如果有翅膀，那肯定是精灵仙子。这个人有翅膀吗？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人是精灵仙子。大宝回答正确，这也太简单了吧。这题让我来吧。熊妹，你说了的话可不要哭鼻子哦。才不会呢，谁说还不一定呢。猜猜看游戏继续。我先来问，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不是女生。这个人有没有尾巴？有尾巴。有尾巴的话，难道是海沙？不对不对，黑魔王也有尾巴。我知道了，嘿嘿，我只用再问是男生女生就可以了，我肯定赢定了。那这个人头顶有没有带什么东西？有。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是男生。我知道了，我头顶的这个人是黑暗魔王。不对，怎么可能？到我了。这个人头顶戴着是蝴蝶结吗？不是。我记得了，是王宫阿姨。小妹回答正确。我怎么输了？太好了，小妹赢了，嘿嘿，小妹是第一名。不行，我不服。我也是，我还要玩。那这样好了，你们可以再来一局终极猜猜看。终极猜猜看。西娜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不是童话王国的，是一个随机人物。哇塞，听着好有趣。那我们快开始吧。我先来。是动画片吗？是的。那是我们小孩子都喜欢的动画吗？是的。我知道了，是斗罗大陆吗？是的。那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是男生。男生。我要想一想。那他是红头发吗？不是。是白衣服吗？不是。你们还有最后两次猜的机会，猜错就失败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那他很厉害吗？是的。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我还不知道是谁呢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开始倒计时。六五四三
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。话筒停在熊妹那儿，熊妹接唱。介绍歌我会唱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。熊妹接唱正确，继续播放下一首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。黑暗可可接唱，这首歌太简单了，大家会唱吗？我的心脏砰砰跳，迷恋上你的幻想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黑暗可可接唱正确。而我枪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笑破苍穹，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。这一轮小雪接唱，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生牵挂。后面是什么呀？五四三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很可惜，小雪没有接唱上来，淘汰。继续听下一首歌曲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大宝接唱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大宝接唱成功，随机接唱环节只有小雪淘汰。下一轮是歌曲抢答，我要加大难度了。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我想金毛黑毛，这两个都比不上毛。难度歌曲大家都抢答并接唱成功，各加一分。接下来是两分难度歌曲。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抬头，乱一战不休。请抢答。我抢。挥手，你在我左右乾坤，命运的诅咒。熊妹接唱正确，加两分。接下来还是一首两分歌曲。半生风雪，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。我讲换不回，孤雁终要南飞，喜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识。哎呀，这首歌我也会的，就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后面的歌词是什么。现在熊妹三分，大宝三分，黑暗可可一分，最后一首三分歌曲看谁能抢到。 Come on， 你抢你抢爱耶，我怕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我想这可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。 Come on， 你抢你抢狂野，我怕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恭喜黑暗可可拿下最后一首三分歌曲，黑暗可可总分四分。我宣布这次接歌词比赛黑暗可可获胜。耶、yeah， 我是接歌词冠军了。好可惜啊，我差点就是冠军了。今天的歌曲大家接唱对了几首，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记得点赞关注我们，下期不见不散哦。什么人生病从来不看医生？是盲人，盲人看不到医生。正确。我赚。我好用的，我们一定要在雪球队之前买房子平衡。什么话是世界通用的？这个我知道，是电话。正确。耶、yeah， 快开始转吧。怎么又是门？小房子上不需要两个门，你抢答也没用。小妹别着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三二四五六七八九，打一个成语。我知道，没有一和十，是缺一少十。正确。太好了，我赚。小雪姐姐真厉害，我们又抢到一次。下一题我一定要抢到。一个人吃一根棒棒糖要三分钟，黑暗魔王、黑暗可可和牛小怪吃六根棒棒糖要几分钟？3×6=18，18分钟。对，是6分钟，一共6根棒棒糖。黑暗魔王、黑暗可可和牛角怪每人吃2根，他们吃1根棒棒糖需要3分钟，再吃2根棒棒糖就是6分钟。正确。是，黑暗魔王是个小气鬼，他说不定会一个人把6根棒棒糖吃光的。反正又是我们赚，这一次千万别再重复了。我赚。太好了，是窗户，还有屋顶和烟囱，我们也要加油了。什么时候4减3=5？在笨蛋王国的时候。不对啊，那是什么时候？熊妹，你真笨，当然是算错的时候啊。没错。啊，我这样一点就能答对了。我来转，屋顶，屋顶，给我屋顶。
院是屋顶。糟糕，只剩下烟囱了。接下来哪一队先赚到烟囱，把房子拼完整，哪一队就获胜。上课的时候，你们都坐着上课，黑暗魔王却每一节课都站着，为什么？因为黑暗魔王没有凳子。因为黑暗魔王上课睡觉，老师让他站着听课。也不对，那是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因为是上魔法课，黑暗魔王是老师，他在站着讲课。没错，答对了。糟糕，小雪他们要赢了吗？千万别沾到烟囱。我沾，一定要沾到烟囱啊！沾到烟囱吧，沾到烟囱吧。耶，是烟囱，我们赢了！居然真的输了，我还想反败为胜呢，结果这么快就结束了。小贝大宝别灰心，还有下一个游戏呢。找找这两张图片中有几处不同吧，他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，好难找啊。我已经找到六处不同了，我才找到四处，我找到五处，看来只有我找到的最少，只找到三处，一共有十处不同哦，你们要加油啊。啊，那么多我都没发现。我又找到两个。大宝，你找到是哪里？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说出自己找到的地方，说不定马上就能找起十个了。大家觉得我要不要告诉小雪他们的？大宝，你找的是哪里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们一起说出自己找到的地方，说不定马上就能找齐十个了。大家觉得我要不要告诉小雪他们的？你们找到几处不同？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选一还是二？我选一。汉堡里铺一层香菜。我最讨厌香菜了，很好吃的人不是我。小贝，你选一还是二？我选二。汉堡里铺一层腐乳。什么？我竟然选到了腐乳！这汉堡得多咸！嘿，还好黑暗魔王不知道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熊妹选一还是二二？刚才小贝姐姐选了二二，那我就选一。汉堡里加一片生牛肉。这样的汉堡真的能吃吗？没事，小雪姐姐还有最后一项能选，我们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。看我的，大宝，你选一还是二二？我还选一，我就不信了。什么？竟然是芥末！大宝哥哥，你不是说要抽到好东西吗？当我没说过。汉堡里再涂一层芥末。孩子们，你们今天怎么回事？竟然没一个选对的。可能是运气不好吧。我认为是黑暗魔王的运气不好。这样的汉堡真的要让黑暗魔王吃吗？我看一眼，汉堡做好了吗？快让我尝尝。等等，哎，别抢！喵喵喵喵！啊，别别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好辣！别别别！这居然是生肉！啊，该死的香菜！啊，我以后一定要把童话王国的香菜全宰了！不可以，我和小北姐姐都喜欢吃香菜。哼，下一句，我不要当品尝食物的人了，让王后阿姨随机点名，点到谁谁去。可以，那我们先随机点名吧。随机点名开始。是小雪，请戴上耳机。啊，我不会也要吃这么奇怪的食物吧？小雪姐姐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。就是，我甚至吃了一个那么难吃的汉堡。好吧，我去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是原来的游戏规则，选到什么放什么。游戏开始，这次我们做汤。大宝，你选一还是二二？魔法姨，我选一。往汤里放一份蘑菇。耶，我选对了。小贝姐姐，你们也要加油啊，不能让黑暗魔王的惨剧再次发生。放心吧，看我的，我选二。小贝选到了醋。还好醋是正常的，虽然虾米更好一点。山西老陈醋一瓶。不会吧，居然是整整一瓶醋，还是山西老陈醋。不行了，我牙酸了。我也是，我已经酸得要流口水了。就是一瓶哦。熊妹一还是二？一。不是吧，我有点担心小雪的牙。加一瓶柠檬汁。黑暗魔王，你选一还是二？嗯，算了，随便选一个吧，我选一。加酸奶。你们选的这都是什么？这小雪姐姐怎么吃？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又酸又难吃。已经好了吗？我尝尝。喵喵喵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啊，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雪姐姐，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！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